感觉到碳酸呀。 就收不成了吗？啊！就收不流程了吗？没。我带把刀来。 那鸭子抓的真的是跑了四只，它一直不肯，一听到有人来就往山上跑。我爸在里面去找找，我爸说往山上拉上面跑了，那肯定不可能，它比我们林还跑得快呀。刚刚我们看到了它，这几只鸭子啊，肯定要抓不到就成为野鸭子了。 肯定躲在哪一个草丛里面，它也叫也不叫，真聪明，养的鸭精了，手都刮破了。 我看到鸭子跑，我说那好了。哇塞，这那个鸭子真的好厉害！大嘴。 鸭子，咦？来劲！踩到了。
好的，我妈。没看到。吃饺子嘞。给我马上找。我刚刚就在这里，一下子就跑掉了。就别找那些，就别找那些。我看到那个顶灯上，哎，没，找到了一只，太能跑了。我说那三只就跑掉了，这是水鸭了，野鸭。咱这里大概老鸭梦都也看不到。哎呀，好，还有一只。哎，快点，快点飞，你拉去。别、哎、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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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哪里？快点，别别，来拉得不住，拉得不住，先别动啊，快点拉得不住。还是无法想象。